我们今天哦，其实从早上忙到现在哦，今天的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把我们这个林先生他的本身有一套 Jeff Rowland 的前后集哦 ，Concerto 的前后集。当然，因为他搭配他的 Focus 的这个以前算是reference 的哦系统，旗舰的系统哦。那我相信这一种大概6寸半的低音，如果说他要炸出很沉的低音的话，绝对是要靠很强而有力的后级才推动的出来。但是，那很多人也会对于这种低音抱有很大的期望，可是花了钱往往是没有办法得到正面的效果。那自从我们开始卖这个 Rear 这个来自英国的这种超低音的品牌哦，它就可以达成我们这样的任务。那今天我们附带要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 Rear S510 哦，它要怎么样对接到我们主系统。那 Jeff Rowland 这个前后级它是3件式的，后级是 mono mono 的。那要怎么接呢？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后级的端子哦。那后级的端子的部分，其实它本身它的输出哦，前级部分它是这 Concerto 的 Jeff Rowland 的前后级，它全平衡的架构，所以它进来是平衡的输入。输出的部分它是用Colors 这种输出的这种后级的端子，这种端子市面上用的扩大机其实是比较少了。那有一些美系的一些高阶的部分都很喜欢用这个端子。那今天我就要跟大家介绍我们 Rear 当最重要的，我们大家会觉得很好奇，用这种 High Level 的方式来接，也就是这种 Speakon 的端子接头，来接到我们 Rear 独家的 High Level 的这种输入端子。那这一边呢？那一边就是这一条线的，它里面这 High Level 端子，它里面的三条线，红、黄、黑。那这三条线到底要怎么接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假设你只有买一颗超低的时候哦，它是红跟黑，你可以把它接在你的 Mono 的右声道这一边哦，就是我们 Mono 右声道这一边，我们可以接到这个地方。然后另外一条黄色可以接到另外一个声道的左声道的 mono 的地方，这样就可以完成我们左右声道的低频的讯号都可以接进来。那当然也有一些玩家是用两颗超低的时候怎么接？两颗超低其实它就是红跟黄两个并在一起，然后用正的部分红跟黄并在一起接正，然后黑色接负，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抽到完整右边的这个声道的超低的讯号进到我们的 Rear S510。那左边如果你再加一颗的话，一样是同样的接法，红跟黄并在一起黑色，这样就可以得到左右两个声道的一个低频。那附带我解释一下我们 Rear S510这一个，跟之前我们介绍的 T9X 不太一样哦。它除了这个 Speakon High Level Input 以外，它还有一个 Output， 就是它可以做堆叠。假设你再买一颗的时候会叠上来，它可以用 Speakon 再连接上来，这是一种的方式。第二种方式，因为我们 Jeff Rowland Concerto 它是全平衡的架构，其实它 Pre-out 的部分有两组我们一组已经给我们的这个后级了，在这边，那我们另外一组其实可以接到我们的 Rear 它本身有这个 input 的 XLR 的 LFE 的这个输入端子，这个就是它的讯号接进来，就是跟着我们的前级放大讯号一起放大，推动我们的低音也好，甚至把讯号送给我们的超低音，做一个很完整的这种应该是说同时的讯号的放大，去推动扩大机的放大跟我们超低音的模组的放大这两种方式。那当然有一些它本身也有这种RCA 的输出嘛，那有一些扩大前级它有是 RCA 的方式，像是 Pre-out 的方式，它也可以用 Pre-out 的方式。那还有就是我们之前有先前有讲过的 LFE， 它是给我们的 AV 扩大机用的。那今天其实最主要讲了那么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回失落的低频。很多人会怀疑说，那我两声道用那么久了，好用这种超低到底能不能听，我们待会就来听听看见证章。那以上今天我们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去接用我们的
传统的两声道的前后级的也前后级也好，或综合扩拉机也好，或是 mono mono 的方式的后级也好，我们都可以接上新一代的这种real 的超低音来做一个低频的衔接。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赶快把它接响，大家可以试听看看。我们刚补述一下哦，这个mono mono 的扩拉机，我们发觉量的结果，它的负极跟我们 的外壳机壳跟那个量起来，它是断路的，那带不是导通的，导通的话就是非 BTL， 那没有导通断路的就是 BTL， 那这个 BTL 接法就我们的这一条哦负极就不能接在我们的。这个喇叭的副端就要接在我们的机壳，这样就比较不会有哼声，讯号才会很干净。哦，这个是很重要的点。那这个现在也是目前会碰到的一个点，就是碰到扩拉机有 BTL 跟非 BTL。那这个动作其实也不会很困难，只要你的负极跟你的外壳接，如果是导通的话，那代表它是BTL。那非 BTL 的话，它就是我们的。负极跟我们的机壳它是断路的，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负极接到我们的机壳，这样就可以了。OK。